我非著名编辑刘小闹，我出生在江南，却生活在北京。说白了，我就是个北漂，每天的生活永远都是三点一线：家里、地铁站、公司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迟到了。北京的地铁拥挤不堪，每次上车都感觉自己要被挤到变形，但是这却是唯一喜欢的地方，因为只有在地铁上才有时间追自己喜爱的剧。但是生活似乎总是喜欢对你百般蹂躏，你不遍体鳞伤，似乎他就不会停止他的恶作剧。小闹，昨天的会议记录做好了吗？文案整理好了吗？今天会议的资料准备好了吗？我要的咖啡送到我办公室没有？今天有一篇深度稿件要写，资料我已经发你手机上了，一个小时以后给我稿件。更多的时候，工作对你的蹂躏会比生活更不留一丝余地。当我想要给生活添加一些调味品时，却发现